说的故事，内容很特别而且真实，说梦中如何改变了历史，对夜夜叫起床的孩子，对触动我破皮的手指，每滴汗流的认真老师，说老边如何写下了历史，天空有没有熟悉的一道彩虹，回想到过去日子要怎么过，飘起脸庞扛起锄头，望着老家屋顶的红砖头，可以填饱肚子，街角的饭碗里没有菜香，空空的霓灯看不到天堂，你有的心灵小小的身子，脾气总能晃一把的胶纸，大步大步向前迈进稻田，一步一出头为鸟母为耕田，天空就没有熟悉的一道彩虹，想到过去日子要怎么过，飘起便当扛起锄头，望着老家屋顶的红砖头，这边